passes off to the sideline, but it's still really good. They can't pass. They did.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最好别跟美国人开战，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看到这个一共六架飞机，鸡翅接贴着鸡翅的飞，太棒了。哦，他们要从那个电线杆子的方向，大家可以看到这电线杆子的方向飞过来。哇！可以看到，这是机翼擦着机翼的飞。实际上它是把那个汽油先埋在那里，然后它飞过来的时候按一个按钮就自动炸了。